点小为止。还在找妈妈是吧？你还觉得妈妈能来是吧？其实她不是不想见妈妈，虽然她也有恨，但她其实想见，要不然她不会拼命地攥着那两张相片。她不仅仅是因为爸爸来找妈妈，其实她从来没见过，她也想见，是吧，小薇？她没来，完不成爸爸的心愿了。妈妈肯定会伤心。夏薇，你跟普通的女人，希望有一户好的人家，能把我们家最乖的夏薇。爸爸唯一的心愿就是，希望有一户好的人家，能把我们家最乖的夏薇带回家。我不想跟别的叔叔阿姨走，我只想爸爸还有爷爷奶奶好好的。我只要他们好好的，我们可以幸福的生活。我希望爸爸的病能快点好起来。我想说，如果上天对待每一个人都是公平的话，他为什么要对一个？祝你，并不一定要把你带，因为不是所有人都像你母亲一样。你说呢？我的奶，她是那么美丽、善良，要的是啊，你若是帮助，也希望电视机前。更多，我现在顿顿没肉。